我们先上线吧，等推到第二步的时候记得给眼，等一下辅助，不一定是要让对面亏兵，但我们一定要抢二。 还可以，这样的话我们稳定抢二了。然后推完这波直接去给个眼，是吧？你的打野一定不会帮你抓，但是你可以给眼防止，是吧？这个眼很好，能有效避免对面没位移的打野。 一切办法来抓你们，别我的兵，老六，是吧？这边打幺来，把这个线推过去，消耗一下，哎，怎么没出来？ 妈的！来，让对面先 A， 让我们 OK， 他死了，你这一下。 等下技能，他没来了。啊！上路野区都没了的。他这个一好怪啊，这个露露，妈的！ 这为什么老喜欢 A 我兵？ 装备有点好，这里给个眼吧。我感觉这人有点像那啥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这个点眼速度，呵呵没关系，不过他们要死。什么四级？可以打，他是三级。 没一啊，这边别 A 了，大哥，叠不了被动你就别 A 了。 坏了 ，WQ， 稳固一下，稳固一下，囤线嘛，看他逼不逼，他不逼我们就开始囤线。那都下来了，把这个。 我说实话，这哥们儿90%像，这小子，操，就他一个吗？来了。因为露露也快到了。
我玩你的那个，哈哈。对面打野也没出来，我们就一直跟他们换血就 OK 了，等对面中单出来就行。不用怕，是吧？等 B 线没了，然后对面打野出来，对面中单刚在线上已经露过头了，完全不用怕。而且我感觉这个 B 有透视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怕，这小鱼人垃圾装备。你看我这种满血，他就没有想来的欲望了，把下路塔推了。直接跟他对 A， 不用怕。我们三项嘛，是吧？三项征服者，直接跟他对 A 就行了，不要想着用技能一定要中，直接就是叠被动起，然后 A 他 A 使劲 A 他就完事了，再推一波，推一波 B 了。你们就说这小子离不离谱吧。你们，他有 W 吗？不知道他有没有 W。可能这波是炸胡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会儿对面给眼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了。哇，打不过你兄弟，你不加血，错了。这瞎子，对面不放真眼吗？对面不放真眼，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了。哎，我维杜斯死了吗？咋死的？被捅死了是吧？往下面一点，那边没视野，金克斯没闪了。又找了一下露露，打他一套就行。三 B。还会浪眼啊，真好。哈，这维杜斯咋又死了？没看到怎么死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很 low， 秒不掉我们。长长大家伙，赶紧血吧，
这个W，不是对面露露有针眼从来不放的，我操！这就是劣势之后 ，Q 一。 能闪啊你！哎，那个死了吗？到他妈打完都没那个啥，看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关战绩。这种原皮，主要它是原皮，你们知道吗？原皮一般都是啊，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，淘宝号是吧？然后又是这种一直掉线。